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小伟姑嫂。刚才我婶婶喊我们说，我塘里的鱼走出来了，让我们赶紧去抓。阿志拿了一个那个骰子，走。那鱼的腿。看，我叔叔在这里放了一个这个兜鱼的这个我们家的老古董。哎，阿志，快快快，这里两条。你看，他动了这个篱笆孔啄了。你知道就有鱼。那我用这个捞能捞上来吗？嗯，用那个捞肯定可以捞上来。肯定可以，试一下。好。绝对可以捞上来一条死鱼。会不会钻到泥巴里面去了？有可能，他喜欢在泥巴里面的。哎，鬼里好多啊！这里，是不是？是叶子吧？不是嘞，我三。二一，嘿，哇哦，可以，优秀。我再捞一下，看有吗？有，你那个南通的嘛？南通那个，杨老师，是南通那块的。没有了。你看，三四条，五条，有吗？快捞起来。嘿，哦，现在水浑了。哦，你再轮一刀。你问大，我走起了。张阿在这里，鱼，来，等下一脚给我踩泥巴里面去了。哎呦，你这是拿那个玩意来捞死鱼的？在那里赶，快点赶，往下来赶是吗？对，我把这里弄一下。咦？有啊，一捞一条，你是应该是屁股那边低吧？就是那样子的。妈妈，刚才捞到一个龙虾。没有。那是河虾，那是龙虾，龙你个狗。河虾走了。有吗？一条皮。没有。有条，我没得。哦，给俩一条。哦，不错哦，叔叔。厉害呀！网钩都带那个好啊。你们还是不行，还是老的辣呀，它的网钩辣大一点。看，我说一捞三条。哇！一般的鱼。哇，你看，提着过来。你看，今晚有的吃了。耶，两个，三条。哇！不是，是我们道具不行，叔叔，不是我们人不行，是我们的工具不行。你们得几岁？遇上我心爱的小彤彤，来，你到这里洗一下喽。我怕他跑了，回家再洗吧。到这里面洗，来。在田里面走不到哪里去。那一米四。好。那可以吃一顿了。青色的土鸡。城里面买不到。来。回去做了吃吧。好，今天晚上就给他做了。看，又看到一条鱼。往下面看，又看到一条。我们再，耶！你看，啊，这真的是好厉害，绝对不拉空，一网下去一个。这个没有。我们再往下去看，再多捞一点。这幸亏只跑了一些小鲫鱼啊，大草鱼那些没跑，不然亏损就大了。听我叔叔讲，是因为昨天晚上打雷又下暴雨。所以很多那个小鱼仔就上水，还有吗，叔叔？你看，现在我们再找一找吧，找干净给他，都不能掏，一个都不能掏。嘿，哎，不是哥，嘿，快点点，嘿，我看家当着哈，嘿，走啊，兄弟，嘿。咦，哦，动都不动就死鲫鱼，不，人家躲在这里，他躲在这里，我让你发现。